今天买了两块豆腐来练练我的刀工，刀磨一磨，取出我们白带嫩嫩的那只豆腐，整理一下它的外形，让它变得漂亮一点，一分为二。豆腐两边放上筷子，我就开始切切切，我心里还是很紧张，先慢慢来一刀，然后加快速度切切切。你看到的可是元素播放视频，不知道切了多少下，再换一边继续切切切，大概切了9981刀，漂亮的豆腐做成这个让人嫌弃的样子了。我没有放弃它，修修它的边卷，希望它能蜕变，再让它在清水中泡个冷水澡，帮帮它洗掉身上的残渣。它现在可大变样了，我都认不出来它了。它还是我买的那块白白嫩嫩的豆腐吗？咋比我头发丝都还细，还是一朵美丽的小花花，看着像我吃不起的样子。